世界上有一种东西，有的人用它当作生殖器官繁殖下一代，而有的人用它当作金钱的交换，前者换来的是爱情，后者换来的只是性交时的激情，但前者一辈子幸福，后者只是被窝里的玩物。当你老了凄凉的幸福还在，后者当你老了只能跟性买卖，性生活都没了，谈你妈了个逼激情。但偏偏有些人愿意当着暂时的宝贝，不愿做一辈子的爱人，让我知道这个世界再牛逼的爱情都干不过这金钱。你们好，我是苏乞儿，艺术308平安送你们。原来开始的游戏我却玩得入迷，如今我的女人跟别的男人在一起，你先就放弃了婚姻，然后放弃了自己，你舔个逼脸在我面前露你肮脏的身体呀、我的一不小心害得我被失身，就这一次仅此而已，请你不要走心。幸福家庭不要，你去宾馆约炮，我为什么搞不懂你们有良好的阴道啊。我看你压力千斤，为了家庭在拼，以后我们有钱了我马上就和他分。男人可以没有钱，但不能没点尊严，我是有仇欺骗，但别跟我的提现。我可以没有钞票，但我懂他妈不跑，不想让你为点逼情就让哭的白跑、谁是谁的妻，谁是谁的妻，跟他闹着玩，那我为点人民币，我今天买貂皮，我明天换手机，一旦把钱糊弄到手，我还是你爹。这就是社会，这就是败类，就是你们一群你妈妈爱长几岁。你咋那么清白的，哪来那么大胸怀呢？我没见过哪个男人那么指着子宫发财的。去你妈的逼，有钱了你说的话可闲了，这日子都穷完了，你哪个逼挣钱了？骚是你的本性，这浪是你的本能，不骚不浪对不起你这耀眼的发型。你身上没有飞镖，我遮盖不了体骚，所以引来武术搞怕对你放出大招。你的工作无所，除了劈腿就做，你隔三差五用嘴学着你舔个够的动作。你的工作很忙，你的工作地点在床，你的工作项目就是征服每颗棒棒糖。你的工作时间不定，随时都在待你，你啥时候上班啥时休息一切取决于软硬。你的工作分期而且没有利息，每次结算都是经过大棒棒的肉体啊。不生气我心疼，我继续爱你行不行？一炮打到大天明，你谈你妈了个逼也行。老公我们不见面，想你我会不吃饭。你劈腿劈了无数遍，你谈你妈了个逼想念。老公你怎么这么笨，我恨你恨到想自尽。你把我心那么伤心，所以你谈你妈了个逼仇恨。老公我心里好无助，借你肩膀把我护，你身上沾满了分泌物，你给你妈你逼的。你让我放了你走，我找不到这理由，其实我的心里是想和你走到白头。东西脏了可收，我的衣服脏了可投，女人自己脏了，但没有男人愿意留。怪我犯下了错，怪我头脑一热，一时冲动，你我变成彼此间的过客。一切都是借口，一切都是理由，一切都是一切，变成痛苦难受。我为金钱付出命，我为金钱付出性，考验我们的爱情，那么永远都是我胜。没了家庭，没了爱情，给你妈个逼上嘴！金钱没了爱情，哪个用时间它来证明？你以为你很牛逼，但我未必屌你，那都是我不想要的东西。是金就用火炼，那么是你对于金钱，多少女人经不过这么爱的考验。我爱你，哈哈，我爱你这三个字不是你能懂的，但当男人破产了，女人毁容了，那句我爱你才是最真的。